今天你们都是受大王之邀来到了这里。正如鲤鱼官所说，大王已经察觉了你们的诡计，并为此安排了对策。因此在今晚的夜宴上，对于亲自上殿献宝的使臣，大王有着谨慎的考虑。目前你们十位当中有五位外国使臣，其中有一位代号为荆轲的使臣，意欲假借献宝之名对大王图谋不轨。由于另外四位使臣对大王不满，于是决定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一大思想，但目前还不知道这位代号荆轲的使臣是谁。然后其余的人是为了帮助他来刺杀秦王。我怎么可能是？而另外的五位是大王安插在你们当中的本国侍卫，他们当中有一位是侍卫统领，由他带领侍卫队保障大王的安全。今天你们十位会随机被分成两组，凯哥、沙哥、周深、李云瑞和张若楠是一对，其余的成员是一对。每一组中都有使臣和侍卫，你们各位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阵营以及身份是什么。我觉得一开始的组并不是正反两派。在今天的夜宴开始之前，你们两组会进行三次换人，每次每一队选出一人与另外一队进行交换。三次换人之后，只有把代号为荆轲的使臣和统领换到同一个组里，那么代号为荆轲的使臣才能亲自向大王献宝，从而完成你们的目标。这样的话，使臣阵营就可以获胜。好，所以今天本国侍卫的目标就是要找出代号为荆轲的使臣，让他最终不要和统领在一组。而外国使臣的目标就是要找出统领，要促成代号为荆轲的这位使臣和统领最终在同一个组里，就是要找到谁是统领，然后跟他一对。对，这样你们这些使臣的宝物才能进献给大王。哦，今天大家还可以通过比拼来获取线索玉佩，获得线索玉佩的人可以打探关于代号是荆轲的这位使臣或者是统领的身份信息，以此来帮助你们挑选想要交换的成员。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现在请各位大人前往练兵场。好嘞。好好嘞，走吧走吧。 Go。 练兵场是直着走还是横着走啊？哎呀，这是个什么地方呢？你看那个，我的天哪，这有点太难了吧。投掷什么吧，这不会是爬的吧？我的妈呀，这要往高处整啊，攀岩呢？这能爬上去吗？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军队日常训练十分严苛，史记中就曾记载，士兵们方投石抄具，就是说士兵每日练习投掷石头和跳跃等技能，军中还会以各种方式选拔精锐士兵成为瑞士。瑞士，这不瑞士在这儿呢，这就是瑞士本瑞，有一个瑞士。今天的训练项目叫做投石问路。投石问路，两队将轮流成为攻城队和守城队，攻城队15个沙包，守城队10个沙包。每轮游戏都由攻城队率先投掷，沙包投到的区域会升起支撑杆，随后由守城队进行防守，守城队的沙包投到的区域支撑杆收回。两队投掷完成后，攻城队将利用剩余的支撑杆爬到墙顶摘下旗帜，最终总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获胜组中用时最短的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明白了，请大家穿上威亚服在里面，这样我们玩的时候有一个保护。好，护膝跟护肘一定要带上啊。我的妈呀，天哪，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这一会儿功夫再过两年我们都成这样了，我跟你讲。确实有点太紧了。哎呀，为大家科普一下，古装戏里面这叫拳网，拳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的，我们一般都用半网。对，在这个保护的好，
对对对，是这更安全。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批瘦一点，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甚至很自然。而且你看走路咱也不像他们的呀，平常就这么走，适应了是吧？融为了一体。所以两队现在决定你们哪队先是攻城队，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他们攻吧。行。我们攻、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就这么随意，就这么随意。你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今天确实时间紧迫，不需要问。没事，你们就先来吧，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一样的。你看导演说了，先来吧，先来吧，先来吧。咱们分点战术吧，一人三个。我觉得就是打九啊八呀，九八七都行，七啊都可以。尽量这三个中间那三个吧，好像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似的。哎，但这样很不公平，我们打九，他一打我们的九没了，那根本上不去。所以是这样啊，你可以在九上打十颗球，对你底下都打满，我把你们打满，来吧，来吧，你得粘到上面才算。来吧，来吧，先感受一下，先感受一下。OK， 可以，至少没拖把，试一下九啊，哇，漂亮！来个六是不是好一点？高一点那排的六，七也行是吧？可以，这仨有什么必要吗？需要你们的意见吗 ？OK，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可以。那我来，这是六。哇，可以，这个算什么？这不算，拖把了就没了，无效。哇，还是七。哎，这个厉害，可以。哎，多了。哇，哎，这可以。哇，我们要保一下下面的。对对，那个六真的得有。六是吧？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在上面做平板支撑。劈叉，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还一颗我们往哪儿放？我又可以保一个四哥。OK， 来吧，给我们出杆。他们有几个球？十个。那我们肯定上不去啊。肯定是能重复呀，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结局。咱们只要把下边这两个打完就完事儿了。这三个啊，来吧，你先来。